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二十四节课里面的第一段内容。首先，起势，两臂从正前方起，呼气下落，抽左脚抱球，转身迈左脚别马步中，后坐重心叠脚，右脚抱球，再右脚别马步中二。后坐重心叠脚抱球，转身迈左脚叠马步中，好，蹬步抱球，提右手，左手揉膝屈步，白鹤亮翅下一动，揉膝傲步，拨掌收左脚，迈左脚屈肘揉膝推掌，后坐叠脚拨掌，迈右脚揉膝推掌，后坐重心拨右掌，迈左脚屈肘推掌揉膝，蹬步提手手挥琵琶。好，这是第一段的内容。